银行台北公益马拉松在12号开跑，分别在总统府前广场以及大家河滨公园鸣枪起跑。台北市长蒋万安、银行的总经理韩德胜亲临现场，而超马好手陈彦博、运动名模王丽亚也到场来支持跑者。这一次马拉松吸引了上万人来共襄盛举。